进行一些供述。那去年三月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动土，市长赖清德赖市长也有来这里参加哈、哦，那也获得大家热情的这样的一个参与。那今天是上两个年底，那今年年底三月，我们一起这个员工训练联席会落成这是一个兼具教学训练以及作为休闲娱乐运动的一个场域不仅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可以提供社区来这里举办各项的活动我们下期也可以来这里做休闲的运动，更可以提供给我们社团这种单位来办理联席会议的一个场域所以我们跟社区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我们开始公司在我们台南市最重要的一个建设，整个建设的经费达到了将近9亿。以前的规模比较小，那我们认为因地方的民意的意见，我们把这个园区训练的规模包括我们主体的训练的场域以及员工的宿舍，我们都把它加大那我们整个周遭的环境我们更加予以绿美化